最可造型的是帅气不已，犯罪的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，就是在4岁的小萌一样。他们的平均年龄啊，都在7到8岁，体重在250公斤左右。在这里，相信他们的表演呢，会给大家带出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那首先看到我们的优秀学员以及孩子朋友，正装待发，即将为大家送上一组极感挑战的罗马骑士。 那么现场朋友们，大家可以观看到这个动作看着简单，但实质来讲呢是相当相当有难度的。在这里呢，希望听到全场朋友们首先给点掌声，鼓励一下他们好吗？大家看到我们这些孩子还是不要为了欢迎大家到来，利用给大家展示自己的，即将为大家送上惊险刺激的动作——海豚骑士。 这个动作送给现场每一位好朋友，会客听不到大家的掌声、欢呼声都在哪里呢？哇，他们得到了大家最大的动力。当然，今天呢，我们还到了本场中的压轴部分，也是最佳精彩的环节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现场朋友把目光放在舞台正中央，一起迎接空中飞人，激励的一跳。 没展示成啊，是来到大家面前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。哇，我们的维普君特别的喜欢耍裙带感啊！那当然呢，我们现场朋友们也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其他小伙伴要带给大家集体跳跃。 东风日产对保育海豚工作的大力支持，同时呢，祝愿现场每一位好朋友在长隆海洋王国玩得开心，游得尽兴。下次再见，网友们，拜拜。接下来又不接受了，当然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碍于呢，三天防疫期间，我们也最终拒绝公众从医务品，并且呢，我们还是为了保护一些爱心健身的，所以敬请以色列海峡的海神学习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有位海神准备了一个全新的喇叭，以及经过消防处理喇叭，一起来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 全顺利，掌声鼓励。好的，所有朋友们，一起再来一次最棒、最热情的，我们现场也谢谢同事的带领。好的，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甲队队，这次排球队长为大家敬礼致意。有训练，我是可以跳出去的队友，而我们的队长。
看完全都非常轻松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枪队也要通过这次我短暂的赛事线，接下来我们的枪队也是选择把气运拉越难度再次的进行升级，那么在难度增加之后挑战能否成功。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海洋金丝雀，可以通过投影上的金丝雀来模拟大海当中各种奇妙的声音。现在一起为大家高歌一曲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挥舞起双手。
快将也将来到大家的面前，他们即将挑战，深吸一口气，超越身体极限，潜入海底。在这里，我也代表。